吓我一跳，你看这里面是啥，朝里一看猛吓我一跳，你看这边还很壮观，你看这一边谁看了不害怕，一进门就是一个大坑。在皇城相府的背后走过高底川，再朝前走大概一公里，看到了好多废弃的房子，看这一排房，这个房子连门都没有了，进去看一下，但是里面还有张床，后面有个大筐子，里面乱七八糟的，啥都有。看那个床底还看到一顶安全帽，看看这个家啊，这个家也是有一张床，那里有两个大筐子，这个床上面还有那种下煤矿穿的那种鞋和下煤矿穿的衣服，这里有废弃的轮胎，看这里还有安全帽，下煤矿这个安全帽，下煤矿穿这个鞋，再看看这个院子，这个院子里荒草杂生，一米多高的荒草，后面有几间房子，这是一个什么地方，难道是一个废弃煤矿吗？再朝前走看一下，这里还有好几间房子，路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中间的房子有好多已经拆掉了，这里还有个草席，从刚才看的迹象感觉这是一个废弃的煤矿，这个下面有两个大棚子，然后那个砖上面那个蓝颜色的好像也是过去的厂房一类的，那个半山顶上那儿有一排新房子，哎，这个房子都快塌掉了，这种棚区猛一看以为是塑料裹起来的，虽然是个废弃的厂区，但是还挺干净，看这里面那儿还端了一段煤，有好几个大棚子，转后面也排房储煤用的，这个路的塌陷了，看这个路，路的断，这一天曾经非常繁华，看这下面这里还有楼，这里有个日出楼，好几栋了，看后面还有一栋，这个应该是这个煤矿的商河区吗，看这里原来是条街道，这是咱们要走的路，然后这里有条宽路，这个曾经是一条街道，为什么说是一条街道呢，看路两边有这个门面房，那里还有一排门面房，你看第一个房子还有门牌呢，过去看看那个上面写的是什么，这写了一个司机饭店王连矿销售科，这个是王姐连营煤矿，这个也是饭店，很南北风味，看这个上面写的是，这个写的是各种主菜，这后面还有好多了，那儿还倒了好多煤，煤矿不在了，但是还是有煤的，为了证明它是煤矿，还留了一大堆煤，看，看这个地方，那里还好多煤，看，洗煤厂，对，应该是洗煤厂，看这个路上，路上的是煤，看这些房子都废弃了，这里还有房子呢。这个地方还有，这里有个大门，这个大门还是锁着的，估计几十年这个门都没有开过了，看看这个锁啊，看这个锁的上下了，看，哎，里面还有鸡叫的，有个三郎池，突然听到一声鸡叫，吓我一跳，这后面有个大池子，是澡堂吗？应该，哎，这里有块大场地。这里还有看台，看这应该是个篮球场呀什么的，走的时候把这个篮球场给拆掉了，应该是他这个边上都是看台，后面也排房子，这面是个二层楼，这个后面还有房子呢，这个门都坏了，他这个院子里变成荒草了，杂草丛生，曾经是非常热闹的，但是现在你看到处都是荒草，已经荒废了，煤矿就是这个样子，煤挖完了以后它就废弃了，哟，
吓我一跳，你看这里面是啥，朝里一看猛吓我一跳，你看这边还很正常，你看这一边谁看了不害怕，一进门就是一个大坑，这个地方应该塌方了，这个家看看这个家，这个家里啥都没有了，后面窗户都被吓着了，这个里面有两张桌子，这里还有个牌子写的是什么管理，你看这个家，这个家里有好多办公用具，看原来的罐子，原来的办公桌，原来这个沙发茶几，这个已经腐烂了，看这些桌子全部都腐烂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，这个好像锻炼身体的，这是个里外角，这些是住人的地方呀，宿舍，看这个桌子门坏了，这是一个地方，这家空空如也，啥也没有了，这个也是空空荡荡，人去楼空，这几个家没有东西了，啥都没有了，这个煤矿曾经挺辉煌的，看它路边种这些树就知道了，这都是这个煤矿种的绿化树，这个煤矿曾经也是非常繁华的，看这个房子现代化的装修，这里有个桥，这里有条路，这个路是下下面那个房子了，这些地方就不去了，这个里这种路里面蚊子多得很，如果是冬天的话还可以进去看看，现在那些地方都是蚊子，这是刚才在下面看到这个什么洗门楼是吧，这不这个煤矿吗，煤矿这个门楼，这有个牌子适合煤矿，那有个桥，这是这个保卫科，这里有一排房子，这里都是房子，那里有个这个好像喷泉娱乐的这种东西吧，那是个大牌子，这个矿的招牌前面应该是喷泉，这里还有高级玩意了，这是啥东西啊，放弃好长时间了，看这个铁大门，铁大门都烂了，看这个下面都腐烂了，铁大门都腐烂，看那一个，这个大门只掉半个了，完全腐烂，那个里面还有好多，那是什么东西，那黄医生那是什么东西，海绵，对，也许是海绵，废弃的海绵，庆秀公司第一管理处，这儿没有了，那边有个房子，这应该是厕所，现在看到的是两个废弃煤矿，刚才是个小矿，现在看到这个是个大矿，这还有个小房子，这两个煤矿基本情况就是这个样子，好的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，朋友们再见。